你们现在看到没有，这个色的话就会很明显了，很阳啊，很阳啊，这个色。压灯的话都是有表现的，像木纳的料子的话是纹内化的，光的话是往里吸的，而且你们看灯头看得清清楚楚。看那边的，看到没有？天上那个乌云。对呀。你往前走一点。我靠。会怎么会有？你看，就那个地方在冒烟那里，看到了吗？冒起来了，嗯，看到没有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个是缅甸那里，它一个停车场。你们不让当啊？还容不下很多大车啊，就全部起火了。哦。到时候那个朋友圈有素材，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。哦。哇塞！哦，就是那边就是缅甸方向那个大。对。太恐怖！你看，在中国，我现在在瑞丽啊，染了一片天呢。你拍过去嘛，它那个天都是像那个雾霾一样的，黑黑的一片一条的过去。哦，这边有了，很明显。很明显哈。嗯。行，走吧，他们的话去看后去。哪个翡翠人会像你杨老师一样，真的是跋山涉水啊，收个料子真不容易啊。因为这里的话，他那个车子进不来，所以咱们的话只能步行了。来，在地，对呀，都是水。哇，这。这空气是真好。对，这空气的话是很新鲜哈，嗯，风景太美了，风景很漂亮。我的车开进来就废了，开进来的话就骑车嘛，大不了。但是它那个桥的话，它上面有提示啊，那个是私人出资建的一个桥，所以你车辆过的话它是不允许的，所以咱们的话就只能是走路进来。而且这路你看还是别开进来的好，万一咔嚓卡一下，你买辆越野车给我开。那我去订个路虎。最近个猛禽。猛禽啊，猛禽太绵了吧。要说路虎那我还能开一下。公司用车嘛，专用车。我哇，你这有点过分了，还让我买个猛禽给你俩丢在公司玩。我没有，我都是为了工作，我一点私心都没有的。你们两个就是天天做梦想屁吃，我跟你说，那天都还没亮就开始做梦了。哎哎，那个树哇，你看这个树。这个树你们知道是什么树吗？不知道。橡胶树。给你们科普一下，橡胶树。就你们穿着鞋呀，还有那个轮胎呀，它都是这个橡胶做的，看到了吧？它有个碗在收那个胶。哦。像德宏这一边啊，橡胶的话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支柱的一个产业，很多农民的话都是种橡胶。以前的话，据我了解啊，胶价的话是很好的。哇、狗子。自己人，大哥。自己人。哎，大哥你好。哎，我找一下干哥，干哥是在这边是吧？对在吗？哎呦，有。他不咬人吗？不咬。狼狗啊。这狗好大。有点怕呀。你要保护我。干哥。哎，干哥。好的。干哥，好的，你好，好的，我也是第一次见面了。好，坐。OK。哎，好的，坐。哇，你们在这吃午饭啊？对，我们在这里随便那个下下酒。现在还喝着酒？没喝啊，现在。刚才喝的。我发现。对。外甥给你讲反应啊，不然的话，你有听着那个感觉奇奇怪怪的说不的话。嗯。这个干哥呢是我们这边本地的一个人啊，然后也是朋友介绍的。你看我们本地人的生活其实就是这种，简简单单，普普通通。简简单单，普普通通。哎，对，中午喝点小酒啊，不需要那种太就是怎么说很丰富的那个餐。你看，就简简单单的几个那个烤的肉片啊，蘸点辣椒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酒中吃了。潇洒。酒桌。那我走过来，就是。哎，好的，可以。他们说你得有款料子，可是说想出手，说过来看看瞧。妹妹，这电视真的是车都开不进来呀，外面。是啊，有点烂几件，但是，是倒是有一块料子。嗯。没问题，以前我要姜是路是吧？啊。啊，人家那哈子没有开刀噶。嗯。我现在呢，你看瞧，弄几片，弄你看几片。喏，你看这些都是你的江山呀。对，这些就真了。喏，你看瞧，现在变成这样子，不就不成形了？所以现在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想处理这个料子。哦，你在这边地大和重新搞一下。要重新整一下了嘛？你要不然我就想这么就不成了，不成形了。我看你是种那些包谷。哎，我还有的那个香蕉。香蕉。哎，对。
哦，那里就是香蕉树。哎，对，已经挂果了，看到没有？有袋子套着。好了。香蕉树啊。可以吃了吗？嗯。一会儿的话，咱们去偷一个。哈哈哈哈哈。主人在这，没有必要，直接去拿就行了。直接去拿。你看，看到没有？我们门主任就很热心啊。直接拿就行了，不销售这些。嗯，好，别问题。可以吗？让我这了子的话说入市一下，等我砍砍敲嘛一下。如果说别有问题嘛，我就砍砍。你砍一下嘛。那边香妈妈坐下来十分钟这个肉。砍石头是在给他们砍。哦。啊，你去跟他石头砍。可以可以，好。那我们就在这砍嘛，这个是九万。我问问。好，但是我要香。你们闻一下，闻一下，要闻一下。我木的。现在是。大中午啊，宝贝出来了，好的，对。像这个的话，就是我们这边本地的那个傣族啊，他们酿的那种小锅米酒。这个酒的酒精度比你们市面上见的那种50多度的要高得多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们云南人啊，就是酒量是很好的，跟你们说，就不会喝酒的，平时也能喝几杯啊，就是虽然不好酒，但是能喝。因为好酒才能喝嘛，怎么不好酒怎么能喝？那大哥挺好玩的吧，第一次见。那我先砍下这个了。好的好的，那你砍一砍。啊，我砍一下。好的。哇，你小心这个吃的。来吧。别问题，太可惜了。嗯。来。这个料子是一个大木纳的一个料子啊，你们看得到，这个的话是一个木纳的一个黄岩沙啊，黄岩沙的一个皮壳，这些的话看到没有，一个色带子，然后也有一点点藓，但是这个藓的话它不是那种死的，它是活的，因为从这些地方你就能看出来它已经化开了。来，我怼个灯给你们上去看一下，都是有表现有水头的，如果说我打点水给你们看的话，那就是会更好一些啊。刚好这里有个小翘壳啊，看到没有，里面的话那一个黄雾的一个表现，像这种木纳的料子的话，它的一个皮壳的话是会比较厚些。干锅有水，我想打点水。好的，有的，有的。来，咱们水高一点。OK。来，你们现在看到没有？这个色的话就会很明显了啊，很阳啊，这个色木纳的一个色的话就是阳。哎，像木纹鸡这个色的话，就是会更辣一些，所以咱们木纹鸡一定要考虑它底灰不灰的一个情况。像木纳的话就不存在啊，木纳的话就是要闻它的一个种是不是到位。但这一个料子的话，你看这一大片呢、啊，整一片这样子过来，色带子啊都是，然后到这边来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带回来给你放下。哎，谢谢哥。好的，没有。咱们的话，你看背面这边也有显的一个表现啊，嗯。可以，不要倒错掉，倒成九角了。那势头也喝久了，这个。大灯的话都是有表现的，像木纳的料子的话是纹内化的，像这一块的话它就很有机会纹那种冰飘绿花啊。哥，把我翻一个面，石头翻过来。对。OK。哦，感谢。来这边啊，看到吗？这边的话啊也有血，来这里的话也有一点点绿色的一个表现，给你们拉灯看一看。这个皮壳的话可以说是很老的，而且这个皮壳的话很完整啊，一个木纳的一个料子，来扎手吧，很扎手，它不会说那种掉渣的那种感觉，你看它已经打水都打湿了，你杨老师怎么摸，你看我的手看到没有，很干净，一点点灰啊什么渣渣都什么都没有，光的话是往里吸的，而且你们看灯头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很好的，我这石头。石头是个好。对呀，好石头的。而且也是个老东西了。哦，对。你不信你，哇，给你前面的看。哦，来这边的话也有一包藓啊。那对呀、啊。看到了吧？先当到这边的话它就没有了，所以背面它那边能飘绿花的话，可能也有可能是藓下出高色，然后这样子整个料子沁过去这样子啊。来这边，压灯看一下。哇，翻沙好紧啊！木纳的料子很少有皮壳那么紧的。那可以啊。这个料子最低入市了，最低入市少不了了。这个价格嘛，倒是开着，倒是蛮实在的，但是可可以优惠一点点。优惠嘛，暂时是吧？优惠，你要优惠多少吗？优惠多少？我开个价嘛，刚刚。哎，你开个价嘛。你看，叫我也是带着诚意来今天。哎，对对对，好的。这个40嘛，40哇。40不得。40不得。得了，原来入市我都不出价了吗？入市。那原来入市我都不出价吗？但是现在势头咋说呢？
这个料子的话我看了一下啊，就是它要读它的一个内化，像皮克的话这些是很老，但是裂的一个情况也还好啊，这里有一条大裂，整个料子这个面的话都是蛮完整的，看到没有？对呀，你要看看，你不要光看单面了，你要看几面了，你要看看巧了，对，切面看一下，你要真的是看看巧了。这个面的话，我这个料子多，多半张了。对，这个石头的话倒是很老。啊，对呀，多半张了。此事没有机会，家弟弟们，我看我这么大老远，都是走着过来的，看一路，这个就四十五万嘛，我奖你五万嘛，我也是有诚意，这个我也挺喜欢的这个石头，你看这咋说，大哥？50，50，你好好看看呀、啊，我这个石头低了那么多也不得、啊，低了那么多不得，啊、嗯，原来60我都没出手呢，你想想，嗯，这边这个色的一个表现倒是很漂亮，像这边的色啊，如果说咱们拿那个小点的针头去给它打开，它的一个色的话是很阳的，很漂亮的，因为你们看我压针上去，这个简直就是特别阳啊，放大一点你们看一下。像这种木纳飘色的一个料子是吧，真的是好顶，知道吗？知道吗大哥，我给个跟巫师接近点的数字，再你再让我一滴滴可以吗？我就直接抬回去了，你看这个等下还要叫他们两个抬出个48万吗？48差不多了，扔个巫师20000没人，你也要给我滴滴优惠的嘛，我都加你那么多了，48加6，48万，那什么，哎对对对，那什么48加6，哎，有富有路啊，这是。有富有路，妹妹，哎、大哥的嘴巴太会讲了，才发现我个小姑娘都没有你一个老大哥会说。中嘛中嘛中就，哎，可以可以，就48万路钱嘛。好，那我就。我就太客，然后我出个外面，搁车上拿钱，你跟着我出个嘛。好的，好可以可以啊。来，你们的话，那个把这个料子先谈一下啊。